近日，皇后女儿黄豆豆在网上晒出一组近照，她还在微博中说：“看在我如此真诚的份上，请原谅我的非主流刘海儿。”照片中，黄豆豆肤白貌美，长相酷似妈妈。据悉，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黄豆豆已经转战影视圈。他在微博晒出参演多部影视作品的美照。黄豆豆在校期间就拍摄了《青春集结号》等电视剧，近期疑似又加盟了女儿红剧组。另据报道，黄宏因为春晚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，但在现实生活里，黄宏有着令人羡慕的幸福婚姻和家庭。黄宏的妻子段小杰曾经也是一名演员，和黄宏结婚生女儿后便放弃了钟爱的演艺事业，做起了家庭主妇。如今黄宏和妻子段小杰已经结婚20多年，一直非常低调恩爱，而他们的独生女儿黄兆涵黄豆豆已经是22岁的大姑娘了。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。近日，黄宏女儿黄豆豆在网上晒出一组近照，她还在微博中说：“看在我如此真诚的份上，请原谅我的非主流刘海儿。”照片中，黄豆豆肤白貌美，长相酷似妈妈。据悉，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黄豆豆已经转战影视圈。她在微博晒出参演多部影视作品的美照。黄豆豆在校期间就拍摄了《青春集结号》等电视剧，近期疑似又加盟了女儿红剧组。另据报道，黄宏因为春晚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，但在现实生活里，黄宏有着令人羡慕的幸福婚姻和家庭。黄宏的妻子段小杰曾经也是一名演员，和黄宏结婚生女儿后便放弃了钟爱的演艺事业，做起了家庭主妇。如今黄宏和妻子段小杰已经结婚20多年，一直非常低调恩爱，而他们的独生女儿黄兆涵黄豆豆已经是22岁的大姑娘了。